而且王静怡跟陈威桃呢，在今年2月是获判离婚了。但是周刊爆料，这两人离婚之后的生活是各自很精彩。像最近陈威桃就因为跟一个年轻的长发女生是频频的相约打球，而且关系匪浅。根据了解呢，这名打球的女伴就是陈威桃的新女友，是比她小了十几岁，而两人的来往是超过1年。据传，也就是陈威桃和王静怡离婚的导火线。